李娜想要用缝纫机给热水袋做一个保护套。他首先需要把布的两侧用缝纫机的线缝住。他开始缝了另一边。然后他开了一个小孔，让绳子从布的上层穿过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松紧带似的口。他把暖水袋放进布里，这样一个暖水袋的保护套就做好了。